喊了这，老婆也跟别人跑了这，我啥都没了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蹲在这儿干嘛呀？大哥，我破产了，姑娘。破产了？哎呀，人生哪有没有大起大落的时候呀？没事儿，振作起来，再努努力，我相信公司会东山再起的。可我现在身无分文，连一顿饭都吃不起。大哥，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吃饭。前面有一家餐厅，饭还不错，走吧。不是，姑娘。哎呀，走吧，别犹豫了。吃完这顿饭，以后要做的事还多着呢。你走。姑娘。嗯。请我吃的这顿饭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。说什么报答不报答，一顿饭而已。走吧。这时间一晃已经五年了，不知道还能遇到那个姑娘吗？请你给我一束爱的光芒。今天我，你谁呀？你不认识我吗？五年前请我吃过饭的。我要把这世界为你点亮。当时就坐到那个角落里。哦。现在都认不出来你了，大哥，你还过得还好吗？这么多年倒也吃过不少苦，不过现在好了，我开了属于自己的公司。我这次回来本来就是打算来找你，没想到居然能在这儿遇到你。不要打我，大哥，你严重了，你当时公司……姑娘别这么说。公司现在刚刚成立，急需要人手。我估计着经理那个位置得需要有你来做。这我做不好吧？你看胡振也没什么经验。这个东西啊，需要什么经验？就纯属我为了报答你。来。